我叫叶晨，我今年21岁，是一名来自广东海洋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我玩音乐游戏已经有11年了，从10岁开始接触音游，开始入迷的，满打满算，至今已经玩过有上千款的游戏了。游戏是我生活中的爱好，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这个就业的这个大背景下，所以想到了自己能否把这个游戏爱好当作是自己未来的一种工作，所以就想到了想去成为一名游戏策划。玩音乐游戏其实就让我是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是特别喜欢追求高分的那一种，所以我就很享受能在玩音乐游戏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突破自己原有的分数，取得更高的成绩。从节奏大师内测第一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小游戏的忠实粉丝了，现在在南曲排行榜上保持着第一名的好成绩。然而我以前从未参加过这样规模的赛事，想想还有点小兴奋呢，期待与现场的你相遇。